色跟我身上这个杏色。对啊，哎，这件穿起来超好看的。尺寸的话呢，这也可以穿到 L 号，弹性超好。对，它这个上面的平口地方弹性的，腰部的地方也是都弹性的。有没有？它是轻轻拉就很弹，完全不贴。这件我也觉得你们可以拿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真的很好，而且是感觉它料质就是很光滑的那种面料，很光滑的面料，有没有？有。嗯、对，就是很时尚的感觉。来，今天1600免运，可以让你并官网新的订单哈，合并计算满1600就免运了。好，然后它胸前是做口袋，有双口袋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拉链设计，它的拉链呢也很有质感，是比较扎实的那种，不是说很容易会就是拉拉滑坏掉的那种，然后它是不会往下滑的，所以你可能不用担心不会往下滑。然后重点有口袋，再来就是今年其实真的我踩到天地的时间买一双给我。再来就是它的裤管地方有做松紧的哦，今年很流行有点缩口裤，对，那如果像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穿平那个休闲鞋平底的也可以，或是什么球鞋类的，然后这种搭个凉鞋跟鞋都很漂亮，然后它背面也是这样平口设计，但重点是它穿起来很安全，它不会往下滑，然后它是一个不会贴腿的，就是它不会粘身体的那种，就是大腿跟屁股都是这样微宽松的，它版型穿起来很显瘦哦，所以它两个色，就算杏色穿起来也不会胖。哎、欸，真的穿起来好好看哦，我觉得它版型穿起来好好看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搭一个外套的话，你可以搭罩衫或是那种牛仔外套就 OK。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各位刚才说有2件还是5件扣打的，赶快第一件就是这个，赶快喊快点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没有分身高，所以高的人跟小俊女孩都可以穿，也不会有落地的问题。对，然后配个牛仔裤，牛仔外套。然后下面做缩口的，好好看哦。缩口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而且它面料是冰冰凉凉那种的面料，薄的薄的，不会透哦。你们看我穿这杏色，它是不透面料，我觉得超厉害的。然后有口袋。好啦，那这支杏色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有喜欢的话不要错过，因为这个 one piece 一件是很出门很方便，对，然后你就直接这样脱下来直接穿上你就好了，好，非常的 easy。换色。好，那我现在穿绿色，对，它布料真的很好。它的颜色真的很漂亮哎，而且它就是那种你看它的那个垂坠感超好的，超好看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穿上身是一个非常简单，然后就是直接弄上去就好了。这我觉得平常穿出去外出去穿都非常实穿，然后舒服色凉感的面料，然后完全不会透，而且穿上去自然就很有腰身，就是它自然就是缩腰这样。缩腰蛮漂亮，弹性对弹性很好，然后口袋也很重要。那重点是我身高163穿，它是不会卡裆的、哦。哎，牛奶。裤裆我做比较长一点，哈罗牛奶。裤裆我做比较长，所以它是不会卡裆的，然后穿起来就是超瘦的。是你没错，我刚才跟慧茹讲的就是你。收到货，今天马上又来订另外一色。对。这款真的很厉害耶，我会觉得这款搭长罩衫也很好，而且它搭像可可这样搭凉鞋，然后或者搭小白鞋、休闲鞋都很好看哦，都可以，对，都很好看哦，真的，而且它不卡裆哎，这真的是很加分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穿到170都还可以，那裤裆我做比较长，但真的很好看，然后你们不用怕，如果比较瘦的人，它也都不会往下滑了，是不会掉下去的。穿起来就会觉得很安全感，不会像有一些可能你怕走一走会拉哈，对，你会觉得很哎要滑要滑，但它不会滑，它就是顺顺在这，然后穿起来就是让你比例超好的，因为它腰身是坐在一个胸下的地方，所以会显得胸以下全部都是腿，都是长腿设计，大长腿，对，而且我觉得缩口今年非常棒，我们还没有尝试的一定要来一件穿穿看。好，那绿色的话就是比较稍微比较喜欢有点小个性的话呢，你可以走绿色的风格。杏色的话就是比较气质的感觉，但其实它两个版型穿起来都是显瘦度都是一样的，两个色然后都不会透。没错，来编号03哦，编号03，绿色跟杏色两个色。